2010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19日晚间7点在世贸艺馆举行展前晚会，副总统萧万长、文建会主任委员盛智仁、中华民国画廊协会副理事长张学孔、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副董事长吴文雅等贵宾皆亲临会场，共同参与揭幕仪式，宣布2010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隆重开展。马总统他非常重视文化跟艺术，所以他自己还说他希望做一个文化总统，所以我们非常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展览会的举办，能够让台湾的文化艺术更走上一个国际化、更多元化。我们也期待今年在这个参展的加速回到了2008年的规模，我们可以在参观的人数跟产值上面再创新高哈。最后我也要特别感谢50几家国际的艺廊哈，来自世界各地这样子来参与的艺廊，我觉得让我们的国际博览会能够办得有声有色。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，今年参展画廊111家，国际参展团队达53家，其中首次参展高达25家，规模更胜以往，为历届之最。期待今年不论参观人数或产值，皆能超越过往的成绩，成功推广美学及艺术理念。吴建惠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。